没有没有，仿刚他们准备。我只是去分享，当来宾分享。对，就有点傻眼。对啊，那个是很有名的综艺广播节目。对啊。你有听过？知道。对啊。啊，你有听过他们的？因为感觉他们很正统。对啊，就是一个正统的英文。哇，没有，我气有点假死。你看，他西湖超白，我发这用阳性的瑞芳，印度手下三分钟九百，九三分钟九点十一分，来三年了，七月十一号瑞芳，九点十一分，这才是四一五是看瑞芳，那九百行圈重点在瑞芳那里啊，九三个圈，就刚才。